今天再来谈谈易经里的理财之道。易经教你怎么理财，在周易六十四卦中，跟钱财有关的有乾卦、大有卦、大畜卦、古卦、屯卦、小畜卦等。这一次说说小畜卦。小畜卦讲的是如何积累财富，又叫丰天小畜。卦象上卦是巽，下卦是乾。上巽为木，为风，下乾为天，为刚健，为金。小畜卦是讲以小畜大的智慧。这一卦告诉人们，在做某件事情之前，进行一次力量的积蓄是有必要的。凡事不可能顺风顺水，一挥而就。如果在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成事之前，要停下来积聚一下。就像下雨之前，水蒸气酝酿成云，然后聚集着，到一定程度就会下起雨来。小畜卦下卦事前，代表刚内在要阳刚坚毅。想积蓄存得住能量，你内在要刚，要像乾卦一样刚强，有原则，不动摇，不会受到外界影响，这样你才存得住。